吧。对面那边好吧，对面那边好吗？哪里？啊，这边好耶！那个狗就懵了，哎，你拿到吗？要拿上去前面有？拿不到了，那左上角嘛。哎呀，非常难碰哦，非常难碰哦，一把打来了哦，对面都入太了。对哦，一般都是大块哦。走。哇，点搞啊？啲咁嘅水啊，入晒屋企咯，垃圾桶都冇见啦呀！哎哟。收收到，啊，垃圾桶都唔见啦呀！呢排真系大碌啊！哎哟，睇下啦，全部入晒咯！哇，越嚟越大啦，死啦！啲食口全部出路啊，食口，啲食股全部出路啊，越嚟越大啦！咁样搞话唔掂好似喎，哇，越嚟越大啊！食果全部衰咗路，食果全部衰咗路啊！越嚟大咗，唔掂咗。哇！啲食果衰晒啦，食果满地食果啊！而家五级丁乙25日讯闻：东五级丁乙新村旧区今晚发生山洪爆发，滚滚洪水从该村后山脊云顶山脚吉隆坡旧路的山溪冲下，并从新村警察局附近排水渠溢出，冲向道路及冲到店铺和住家，情况骇人。该村今晚约8时开始下豪雨，在9时大量山洪水冲下新村，新村排水渠不胜荷负溢出。警员漏夜到该村受影响地区巡视协助。五级丁乙警局派出警员到受影响的地区巡视，以了解灾情，以便能够投入救灾工作。该村于今年2月12日傍晚也发生严重的山洪，五级丁乙往云顶半山和贞德半路段也被冲崩，交通也中断。文东五级丁乙道路被洪水淹没。社评，村委会提供。